我对美魔抗打起来有点难受，整个世界都会沉入黑暗，但诺克萨斯将会长存。但魔抗凌驾众人的权力就在我手中。 伤口依旧。 真相还有5步之遥，而我大概已经透过他人恐惧的黑暗。 是白鼠送的蚌壳。 感谢白鼠的吧。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冷酷法则视而不见。那也没回应。 我买重伤了，我就想。谢谢白鼠送的蚌壳，你拿了证据试一下2.0跟3.0的区别，到时候再看吧。我都不知道去哪里试车哎，三亚租车行会宰人的，我不想去租车。 朋友也没有那么多车，我也是。这是干嘛？
不用开解套也行。他在干什么？我也不懂。可能他不想活。下了五个头，又上票了。 这把一打四吗？我这英雄还真不能一打四。我这英雄一打四是不是可以？别忘了，我正处于战争年代。刚才爆打了一把武器。 闪现8分15已经好了。我大可以把他们都杀了，但是如果向他们证明我正义，还有太多。 差一点钱了，等一下吧，9级可以回点血。 想吃个镀层，那么肉，这下子不想玩。
been slain. Enemy double kill. An ally has been slain. You have slain the enemy. Yeah, hi, Xiao. What 四期老师困扰我的不是我看到的四期老师哎四期老师你朋友圈发那个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游戏展会吗像是什么游戏展会小明晚上好晚上好生必不可少Disconnected.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 A summoner has reconnected. 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诺克萨斯人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从军队的阵型上，就能知道战斗的结果。赤条也能够看得出来。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鲜血高乐 犯下的重罪在所有人。没疾跑是永远不要跟恶魔讨价还价
小明乌鸦，我看能不能翻吧，这有点困难的，挺困难的，要翻可能是有点，是太困难了。太困难了。还没输，也就是还没赢。还没输，就是还没赢。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 呼呼 ，nice！ 这 W 真的是个好东西，可以远距离补刀。再努力一把，优势就会出现。生在贵族之家，成为战士。就我感觉队友不太想打劣势局吧，都不想打劣势。命运不休，如常人般一宿。获得福，卖银炮手杀了我550，卖银炮手。等我冰心出来应该会好很多，冰心出来的话再买一个我看不懂。需要个魔抗，振奋铠甲。真是个好东西，冰心，冰霜之心。永远的伤口。他要抓我。是的，不然那冰心你以为是什么？乌鸦就出半肉就好了，处理不了我。这哥们飞来飞去的。
这打不死我的。我想要我要做个石像鬼应该，但是他们好像没人打我，不会。这可以换的吗？换个布甲石。不出面具，日炎有必要吗？我感觉没什么必要，直接石像鬼。最后一件我看情况，他们 AP 威胁不到我，打我不掉血。我最后一件我看情况应该是出那个，可以直接给出个蓝那个什么叫绿甲，可能会好一点。打不动我，还好是吧？玩剑魔应该会输，但是玩这个不会。拿下那个小炮，你们干嘛？我最后一把交单了，英雄联盟学下乌鸦吧。哎，还好还好。